啊，白金在我们村1000个里面找不到一个，你可想而知白金含金量啊。和我一直背负的恐惧相比，这把枪轻如。现在知道吧？啊，我作为一个青铜的啊，打爆这白金的也是有困难的。到底是谁炸？到底是谁炸鱼啊？你想清楚啊！是对面剑圣在炸鱼啊！啊！你看，对面剑魔还是白银一的，看没有？他是白银一，我们这边龙王在白银三呀、啊，是不是？白银一，是不是？肯定是比白银三强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！你们啥车？你们啥车？不是个打游戏。真的，我操！看没有，不点，看没有，不点，看没有，对面自己不点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是不是啊？对面自己不点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们都求他点呢、啊，就不点。对面是点成兽面型，兽面型，兽面。我们也没办法呀，我们想睡觉去，我也想下播呀，可是。我就不想播了，我想吃饭去。我不点，不点，不点。别吵到他们。这个有重伤就是好啊。这里有个剑圣，我看不到。别亲爱的哇。嗯，我来了，留住他，木木。这柱钢会不会无敌？肯定无敌啊！那他这边根本无敌啊！走吧，剑圣，别走！别走，剑圣！我能握紧的只有神的剑。错过了吗？别杀他，别掉技能，被他 A 就行了。蓝都没弄，蓝都没弄，就是晋升没蓝的，晋升没蓝的。好过分啊你们啊！就是。剑圣出门都是追着别人跑，现在是塔上也不安全啊！剑圣，塔上也不安全啊！塔上也不安全啊！剑圣啊！跑好快啊，斯特！啊，我来了！打个蓝。打个蓝 buff， 妈有点缺蓝。但再也不像从前了。兄弟们，我们也想赌钱啊！我们杀了对面8分钟了，对面都不点、啊。这啥办法？还在掉血。这个女警不要去管他，女警会掉线的。女警。我拿着这玩意儿。来，兄弟们，第一个关注啊，兄弟们，第一个关注啊，第一个关注，好吧？只要不是在墓穴里，我就追。
你们好过分啊，你们啊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斗罗啊，斗罗大陆啊，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两极镜子里面的什么紫禁鬼影吗？怎么算是杀太快了，我都没刚到，我操，我也没刚到紫禁鬼影不见魂、哎、天使你又不刚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杀了你，我来杀神的。我们这样官方不管吗？去打个蓝，天使打个蓝。我们五五谢谢。正常游戏。那身上不是有蓝吗？马上没有了。哎，我是能不能？哎，他妈的，他们点人，我操！他没有挂机，还进去。往事如浪。退去又涌起，快了！龙王百分百没有，还没，1970。嗯，一厘米大招怎么样？舍生取义，对我来说完全不。剑魔倒挺会啊，剑魔也吃钢了，这造型还不出。哦哦哦，我上当了，兄弟们！那个怪物渴望听到我的叫声。哎，兄弟们！这把打了120分钟了，你们不想玩你们自己退啊！活着就要尽力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机会了。反正我第一把的话，我打到两点，打了一点吧，打到一点我就下播了。地面为什么不点？因为地面好玩爱玩呀、啊，地面好玩爱玩。我将拯救所有人。无论活人还是死人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安息吧。如果只在风暴来临时才会眺望，那你的天空……人家好玩暗玩，你也拦不住啊，是吧？看看你女挂机没有啊？哎，你又来了，死活了！我天哪！希望我还记得如何入睡。死活不挂机。嗯，这有个人。你在对面的时候不要折磨我们了，对不起你们点的话。盗版型啊！哎，这玩意儿一拳把我 A 死了。把这女警杀，这女警伤害好高啊！我操！快杀！我大半耳血，一拳都干没了。哎哎哎，女警女警，哎女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就这么吓人吗？这些人啊，啊头了，这些人。